很多。咱闻闻点啊，这个门不结实。太香了！来来来，给一个，给他们撒一把，他们下了红包雨。来，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。哎呀！不一样，没事，续好，你要注意啊，别用完了，咱进去还得用。别开个缝，有大红包进不去。大了大了，快点，来人吗？快点，这进不去，开一点，开一点。好，辛苦了。别发了，我都可怜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赶紧排，赶紧票子，快快快快快快快。长得漂亮，身材好，性格好，是吧？还有五个，马上继续，跪了啊！哎，孝顺大方，贤惠，没事儿子，可以可以，爸爸爸爸，作为老公的三分资格是吧？三亿的，给老婆收五八的意义的啊！出去吃饭 ，OK， 新台不要聊早，这有意义啊！咱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啊！这个不行啊，这咋回事啊？咱不管是外卖洋玩意儿。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，当时的天气怎么样？天气晴。时间地点。这是多少年？情侣鞋穿的啊，一只一只的穿啊，买个这鞋干嘛呀？你买的？你穿这鞋干嘛呀？你不是也穿了吗？啊，怎么着？穿上鞋了没？一会儿咱们去找爸爸去，给爸爸行李鞋啊，接受一下爸爸。我先去。爸爸搬过来吗？搬搬椅子，来弄一个，你玩个哪？弄个，点嘛，自己小家庭的同时，最不能忘掉的就是我们背后的这个大的家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我们咱们给他们摸摸哟。别哭啊！你看小南都哭了。小哥都哭了，咱不哭啊，今天开心的日子。没事儿，婚礼未来和喜悦才应该是婚礼的主旋律，对不对？以后我们都会照顾你的吧。必须的，放心啊，就我们见证了。说说人家说什么，说以前嫁闺女是把小棉袄被人穿走了，现在不是又给你带回来一件皮夹克了，对不对？挡风遮雨的啊、哦、好了，我们给他们三个人拍张合影吧。小灯接走了，跟着我们一起走吧，好不好？接到仪式现场去，要完成典礼，跪下，走过来，走走走走，好嘞，准备小的，请你们到。
姨，来把苹果送到婆婆手里。好的。干什么姨？哎，婆婆抱抱。